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好，这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朱庆奇朱老师，那也是这个假日科学广场这个活动的计划的主持人，然后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在这个有点冷啊，然后天气也不是很好的周末午后来到我们这个场地。那各位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场次哦实在太热门了，热门到三个人报名只有一个人可以进来，所以呢我在这边哦，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网络直播，我也要跟这个所有项羽的民众们就是说声抱歉哦，只能委屈大家在家里就是欣赏我们的活动。然后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热门呢？因为我们请到的讲师哦实在是太优秀了，是这个彰化县南镇国小的曾秋云老师。那从彰化到我们中坜来其实很远呢，所以真的是这个非常感谢曾老师过来。那曾老师的这个经历哦实在是太丰富了，丰富到我一定把它列印出来，因为我实在记不住哦。他这个曾经为我们在科学教育跟科普哦做的丰功伟业实在太多了，我只能从大概这么多的工作里头挑几个稍微有一点代表性的跟大家做介绍。我们曾老师呢是第一届全国科学玩具大赛的指导奖的得主哦，包括竞赛优等奖，然后甲等奖、佳作奖两个，创作造型优等奖四个，创意造型特优奖两个，哇，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再来呢，台北市96年度的中小学多媒体单元教材甄选活动得到特优奖，然后在康轩出版社跟出版社的合作的部分哦，有一个小魔女的科学妙点子，这个书籍的出版，各位可以去参考。那教育部在98学年度的科学教育展览会的这个活动里头，我们曾老师得到特优奖，这个已经很厉害了。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好，可能没有什么，我们觉得就是你在你的专业领域很厉害。可是曾老师在科普这个部分哦，做得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他现在也是我们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讲师，然后也是台北跟彰化的远泽科学营的讲师，所以是非常优秀。那最后呢，因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在2008年我们中华民国的物理教育学术研讨会里头获颁物理教育杰出贡献奖，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这个得奖的这个经历哦。所以呢，我们有幸在这边，然后可以在今天的这个场合，就是有我们这个曾老师来为大家主持今天这场活动，真的非常难得。那我们在此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曾秋云曾老师。谢谢朱老师。不好意思啊，我本人不太会应酬哦，所以直接上课。好，我们今天要上的主题是什么呢？有奖征答。好，你刚刚看到我在这里，1234567891011112。我们等一下有奖品，奖品是这个珠子，看起来没什么，普通的塑胶珠子，这是紫外线变色珠子，在户外它会变色，看过的举手。还不多，那太好了，那你有机会带回去咯。怎么带回去呢？等一下要踊跃发言，然后呢反应要热烈一点，我不喜欢下面冷清清。我们先点名啊，第一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很好，第九，十，十一，十二，没有。好，等一下呢，每一组得到一个政治的一画，就是一颗珠子。这里总共有5色，看你能收集几色回去，加油咯。等一下加油咯。第一个问题，请问我是谁？第八组。第二个，我今天要上什么？第一组，磁生殿。第三，我要问问你了，
关于慈生殿，请问殿是怎么来的？你所知道任何知道出任何消息都可以告诉我。来，第六组，电磁转动，好专业啊！好，还知道电怎么来的？切割磁力线，哇，更专业了。我们不需要讲的这么样的伟大吗？来，插头上去就有电了，很好。对啊，本来插头插上去就有电啦、啊。来，发电厂给我们电，麻烦告诉我第几组？我现在等一下会数到第七组，嘿，好，第七组。发电厂给我们电，好，摩擦就有电，很好，摩擦有静电。第九、十二，啊，未能改变会有电，很好。你们虽然看不到我家，可是我有家啦。好，来，再给第后面第六组，不对，第八，嗯、啊。有水力就有电，第八组。好，第二组，风会有电。第六组，太阳会有电，太阳能会有电。第六，后面，摩擦有电，刚刚讲过了。火力有来电，已经。好，第三组，打雷电会来，核能会来电，最强光，刚刚有讲过，太阳能好可以光。第五，已经，第四第五，狼嘞，第四组，想一想，第五。赶快来！慈圣殿，刚刚人家第一个就倒了，加油！后面不讲，来，欢迎。磁铁会来电，有点点道理。第七，来，电池会有来电。讲后面，好、啊、线，啊，电线会有电，第八。哎、欸，有人说老师你很没原则嘞，只要有答就有分数。对，有答就有分数。好，请放下，请放下。你能说他答的不对吗？插头插下去就有电，没错啊，对不对？火力会发电，核能会发电，太阳能会发电，不是吗？对不对？电就是这么来的啊。好，第二个问题喽，刚刚很多人提到火力啦、未能啦、太阳能啦，提到摩擦啦、电池啦，很多很多都有电来。那还有一个讲到我们的那个发电厂，就把电送来啦，对不对？发电厂经由电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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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家的插座，那你插下去就有电，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啊，那发电厂到底怎么样把水力、火力？用电筒，就电来了。好，电筒是什么东东呢？来，第四组。好，发电厂送到变电所，变电所送到我们家，很好。第三组，哎，第四组，第五组。好，刚刚是第四组，我加错了吗？啊，什么？对了哈、哦，我没加错，来。第五组，变电箱讲过了，赶快，剩下你们没有了，还有第十一组，加油啊！十一组，给你们优先回答。十一组，到底变电所啦，发电厂到底怎么把电生出来的？用发电机发电，很好。第四组，第五组想出来没有？我很想给你们回答。要不你们大家都带组子回去，只有你们这一组没有。
没有，好，没有给别人等一等了，后面。电线杆哦，发电厂送到变电所，变电所送到电线杆，电线杆送到我们家。好了，你们又多了一个步骤啦，第十组。好了，第十二组。好，把它储蓄起来，然后送到我们家。第十二组，还有没有？第二组，用第哇，你们越扯越远了啊！停！我们现在把它集中聚焦在发电厂。发电厂有火力发电厂、水力发电厂、风力发电厂，各种发电厂，对不对？台湾最大的来源是火力、风力、水力，哪个？错，火力，对。第一，好，火力，这个有点丢脸了、因为我们台湾的二氧化碳排放放量全世界第一，放率全世界第一名，这个第一名没什么好骄傲的。因为我们排放太多了。好，我们的火力发电是 number one。 好，那第二名呢？水力。好，来，我们前两名就好了，再扯下去太远了，我们上不完。好，火怎么变成电？水怎么变成电？水由动能转换成电能。好，跳得好快。第八组，还没有来。水怎么样变成电？水和火力，火力，火力产生水蒸气，水蒸气推动涡轮，涡轮就会。好，动了，那后面开始有人开始哀嚎了啊！这是恭喜啊！对，好专业啊！你在恭喜啊！对啊，本来这个就很专业。好，再问下去，大家会开始哀嚎，你在恭喜啊！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发电装置 Hiki， 哪儿去啦？现在流落何处？好，我们今天就让你做一个发电机，你要把电给生出来，有很难吗？没有，没有很难。好，起来，背景要黑色吗？不用，这里。好，这是线圈。线圈是什么东西？线圈是什么东西？好，铜线，铜线绕圈圈叫做线圈。十，好，铜线绕圈圈叫做线圈，这是线圈，上面点了灯，上面装了灯，如果灯亮了表示有电，看啦，电来了，看啦，电来了。发电有没有很难？没有。来，再来一支。来，电来了，电来了，电来了。发电有没有很困难？没有。我们刚刚做了什么事情让电来了？好，摩擦，我刚刚摩擦谁？不是吧？不对。好，用线圈感应，哇，你讲的好专业哦，啊，我都不如你嘞。第几组？第八啊。我刚刚做了什么？第七哦。第八。对。我刚刚让磁铁，通过线圈。第九。我刚只做一件事情啊，再看一次。电来了。狼我台，不好意思，我等于留在这里扫地。来，电来了，电来了。我刚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
让磁铁在线圈里面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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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在里面钻来钻去而已，对不对？电就来了。所以什么火力发电、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没有那么难呐、啊。大家都把那个发电厂想象成好大一座机器，好大一个、好复杂的机器，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复杂。发电厂就是一座机器，让这个线圈、磁铁，端端端运动。谁让它运动？水、水蒸气、风、核能，还有什么？火。好，火，对对对，好多好多。刚刚你们说过的那些，只要让它运动，电就来了。我们今天就要做这个的迷你版。做这个，朱教授会杀了我，太贵了。好，我们等一下呢，请发线圈和 LED 灯。刚刚也有线圈，有 LED 灯，对不对？我们发迷你版的，来，一个线圈，一个 LED 灯，每个人都有一个。好，麻烦爸爸妈妈管制一下，小朋友不要把它给扯断了，不要把它给扯开来了。我们那线圈。维持在你手上，给你这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不要再把它给扯烂了。啊，这个线圈是这个构造里面最贵的一项。我们直接发。啊，其实也不贵啦，30块钱。不过30块钱可以买好多吃的了哈。来，泡面可以一大碗的。来，线圈一个 ，LED 灯一个。等一下，我要问你哦，这个发电装置有哪一些必要的构造？你要告诉我，因为你刚等一下就立刻做一个咯。好，一个线圈，一个 LED 灯，拿到手的爸爸妈妈小朋友，请你把它给组合起来。做什么组合呢？这是一个线圈，像甜甜圈一样，它有两只尾巴。我没有线圈。好，注意看你的尾巴是不是有个地方，颜色是银色的，有没有？你的线的尾端是不是有一小段是银色的？那个地方能够导电，其他地方金色的通通不会导电，所以你不要理它。好，接下来你有一个 LED 灯，你有两只脚，有没有？好，请拿着你的 LED 灯和你的线圈。好，记得哦，不要扯断它，不要扯断它，不要扯断它。我们的线非常细，千万别扯断的。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通通都是用这个构造。好，来拿到手的大朋友、小朋友、爸爸妈妈，来，请把它接起来。怎么接呢？请注意看，手捏着，手捏着线的这里，金色与银色的交界处这里，然后再把你的 LED 灯握在你的大拇哥下面，脚丫子朝外，脚丫丫朝外，脚丫丫朝外，你的灯脚朝外。捏住线加灯泡，捏住线加灯泡，捏住，然后开始做什么事情？缠绕，把银色部位缠在灯脚上，把银色部位缠在灯脚上。把银色部位缠在灯脚上，缠完它，银色部位缠在灯脚上，从头缠到尾。为什么要从头缠？因为我们的 LED 灯灯脚附那个灯泡附近有一个坎，那个坎如果你有绕过道的话，比较不会脱落。
好，把那个绕上去，左边的灯脚绕左边的银色，右边的灯脚绕右边的银色。好，左边的灯脚绕一条线，右边的灯脚绕一条线。好，我们的小老师会帮忙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问一下。小老师会帮忙各位，如果有困难一定要问，千万不要绕错了，那个时间会更拖得更长。左边的灯脚，那个脚要先把它给搬开来，两脚叉开，做运动预备动作。好，两脚叉开才好绕，两脚没有叉开你很不好绕。把两只灯脚打开，然后左边绕一个银色线，右边绕一个银色线，绕完线，线尾不要留，线尾不要留，全部把它绕完。好，如果不清楚的你可以来看图，我这个图这样子应该画得很清楚吧。好，两只脚各绕一条银色的线尾，两只灯脚各绕一条哦，各绕一条。有困难的你一定要举手，小老师会帮你，小老师会帮你。有困难一定要举手哦。好了的话，你可以先把它给固定。好，把你的多余的线给绕回去线圈上，然后用胶带把它扎起来。好，你可以来看范本。最后它是一个很扎结结实实的构造，没有那个尾巴晃来晃去。好，那你可以来前面看范本。好，来，我看看这个点颜色有没有差。好，那个好，在我们的布幕上面，画面上面，请看范本，请看范本，就是让你的晃来晃去的线把它给绕好，绕好，线不要脱落咯，左边一条线，右边一条线，不要掉咯，不要让它掉了。看一下荧幕，总之让你的线不会咚咚嗨就好了。你可以来前面看，也可以看荧幕。话说不可以讲话哦。来，第二步骤我一口气讲完，你们就继续做，然后一定会亮，一定会亮，除非你刚刚线没有接对。第二个步骤，请你把尖尖的剪掉一段，剪多少你高兴就好了，最短这么短一半。最长剪到那个这样子，你自己决定。好，你要说啊，剪错后尾怎么办？没关系，吸管很便宜，对不对？再来第二个步骤，我们要做这个，两头堵住，中间塞三颗磁铁。第一组，第二组，我会拆掉哦。来。吸管里面有三颗磁铁，两头堵住，用什么堵？用这个堵住，这个太大对不对？剪小一点点，剪成扁扁的圆柱形。注意塞进去是圆柱塞进去，我经常看到有人就这样侧着把它塞进去，结果把那个吸管压扁了，
侧着进去的话会让吸管扁的，结果你的磁铁走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卡住，所以记得哦，噔噔噔噔，远远的塞进去，因为泡棉是软的，所以你就可以随便塞。好，三颗进来，三颗进来之后呢？不好意思，我那边塞好了。三颗进去之后，另外一头再堵住，然后记得，这样子一转，它会跑出来，对不对？所以请你拿胶带封住两头。好，来看我示范哦。这是一个吸管，里面有磁铁。这是你刚刚做好的线圈。来，线圈我们等一下还要在别的地方应用，所以我没有要把它固定。你如果真的不会，你就把它给贴起来，贴在吸管上。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亮了？好，来。做这个事情经常有人做错，什么事情？有人经常这样子，这样子叫中风。麻烦你现在要让它在线圈的两侧滑来滑去，滑来滑去，不是抖来抖去哦，滑来滑去。好，做完了，整组都亮灯的，告诉我，我要加分。前五名有奖，好处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好漂亮，对不对？发电哦。哇，灯光全暗，来使劲的发电，加油，一闪一闪亮晶晶，来摄影机追踪我们的光芒。效果不是很好。来，我们先问第五组，经过刚刚我们人力发电机试验成功，我们试居成功之后，请问你知道发电厂是怎么样产生电的吗？第五组任何一位回答。来，第五组搞错人了，来随便一位，来让磁铁运动，发电厂就有电了，有一点点道理。好，来，谁要补充？磁铁运动，发电厂的电就生出来了。来，第六组，还要有火才可以。那风力发电厂一定要生火吗？啊，要有火，或者要有风，还要有什么机？啊，不是，还有是或者水，好不好？有火，或者有风，或者有水，对不对？第六组。好，他说让磁铁动起来就好，他说用火、用风、用水，那你的补充呢？一定要让磁铁通过线圈，光磁铁动没有用，然后我们今天来磁铁动一动，我动到明天也不会亮啊，对不对？好，第九，好，谁能够完整告诉我？嗯，好，我们讲一种好了，水力发电厂啊，我们不要讲这位这么专业的那个讲法，我们简单一点的哦。你想象一下，水力发电厂，它到底怎么把水变成电出来的？来，完整的讲一遍，第一组。为了能改变。哇，好专业。水由高位到低位的。好，水由上面冲下来。像水车，只是未能的改变。嘿，未能改变。变成能量，好专业哦！那跟我们刚刚那个摇来摇去有什么关系？好了，我们来讲白话一点。刚刚你在那摇半天，没有一点启示啊！来，换你说。水通过发电机，发电机就运转了，运转了做什么事情？里面就有摩擦，摩擦就会导电。嗯，你好像很执着于摩擦这件事情。好，刚刚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啊？
我们刚刚在发电，来十二组，要有动力，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呢？水做什么事情？往下冲，冲做了什么事？产生动能，然后呢？推动的发电机，电源来了。那发电机是怎么回事呢？坏掉。好，我不希望告诉你答案，我希望你自己想。你刚刚正在发电啊，对不对？你刚刚叫谁做事情？叫磁铁做事情，对不对？叫磁铁干了什么事？转来，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对不对？那你想想，想象一下，水力发电厂它叫发电机做什么事情？来，换这边。水带动水轮，水轮就会旋转。磁铁。哦，来，你们听出了没有？来，想象一下哦。我们这穿来穿去，等一下我会教你用那个涡轮的。哎，这是第一个而已啦。来，我们只要想办法，还忘记加分的，不好意思啊。我们只要想办法让磁铁运动起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然后磁铁旁边只要有线圈就电就会来了、啊，对不对？我们叫磁铁运动啊。那谁能叫磁铁运动？有力啊，你刚刚是叫谁？手力啊，对不对？你叫你的手动作嘛。那火力发电厂叫谁动作？火去生水，水产生水蒸气，水去推东西，对不对？那水力发电厂叫谁工作？水冲冲冲冲冲冲冲，对不对？那风力发电厂叫谁工作？风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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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对不对？核能发电厂呢？有人不知道核能是什么东东啊？啊，一样，没有举手不算。核能发电厂是怎么样来的？来，那个动能来了，来自哪里？啊？哦，分裂，然后呢，做什么事情了？产生的能量，这些能量要干嘛？推动，哦，这些能量可以推动东西，哦，好厉害哦。第八组，其实核能跟火力很像啊，它一样是烧开水啦。我说它烧开水这么简单？对啊，烧开水啊。你觉得很难吗？没有啦，就烧开水嘛。烧开水它就会推动那个火山运动啊。有没有以前的蒸汽火车是这样？为什么蒸汽火车会啾啾啾啾啾啾啾？因为那个蒸汽机在火山在怎样？哎，来，我们来啊！你刚刚有没有在做？有。你刚刚是不是在学蒸汽火车？对不对？好，就烧火啦，烧火烧水。那核能发电厂一样是，我有加分的吗？有哈。好嘞。只要想办法让磁铁运动起来，就会有电，对不对？对。你认为这样吗？错。来，换来，一定要磁铁动吗？看这里，第二招，晃晃发电，来看这里，磁铁不动哦。有没有电？所以一定要磁铁动吗？来，大家做一遍。来，我们继续，人力发电厂第二次开工发挥了。发挥了，关灯，来，加油！这次换磁铁不动，线圈动，加油！发功呀！六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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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六个六个，好，我们要换加灯火，加油！每个都要让电发出来，请让磁铁不动，线圈动，加油加油加油！换加灯火，哦，显然呢有好几组没有灯光出现，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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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灯光出现哦，万家灯火的情形，这下子大家火力、人力发电有点没力气喽，加油加油！有点没力气喽，加油加油！哦，有人这么厉害呀、啊，亮得好快哦！哦，万家灯火加
闪烁闪烁。欢迎小老师发被子一张，还有磁铁，应该够四颗，我记得我带很多。磁铁给四颗好了，大磁铁大磁铁给四颗，都不够我就再收了。四颗是会比较容易。好，我们刚刚说想办法让磁铁跟线圈产生相对运动，对不对？好，这里有小朋友对相对运动不是很了解，我再讲一遍。第一遍，我们让磁铁在里面钻进钻出。第二遍我们让线圈在磁铁外面穿进穿出，对不对？再讲一遍哦。第一遍我们让磁铁在线圈里面钻进钻出，第二遍我们让线圈在磁铁外面钻进钻出，这就是相对位置不停的改变。好，各位，你会发现我并不讲了什么磁通量啊、冷斯定律啊这些，你这个不重要，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知道就好了。发电厂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发电厂也是这个样子，它只是多了一个电容，把电给存起来而已，也就是它多了一个蓄电池啦，把电给存起来而已，其实没有很复杂，没有很复杂的。来，没事啊，你可以捐三颗借你儿子用一下。我们要知道答案，第一，老师不知道；第二，你做得到，那为什么要问老师？当然我们是不知道啦，我只是希望你自己试，因为你手头明明有材料，对不对？实验为科学之母，做了就对了，做了就对了，不需要问我，你做就对了。你想知道六颗会不会比三颗强，做就是了。有人夹到了，来来来，我先讲一下，这个磁铁你不要小看它，是氧化磁铁而已，磁力很强的，请你不要拨开它，不要，小朋友不要拨开它，不然等一下手淤青了，我可不管。不要拨开啦，四颗就四颗，不要拨开。我一直听到啵啵啵的声音，我好怕哦。等一下有人哀给我听。好了，再讲一遍，这四颗磁铁，等一下需要拨开，要大人帮忙。小朋友不要拨开啦，不要拨开它，我很怕，我很怕啊，夹到手很痛很痛很痛哦。好，现在你都有拿到这个，对不对？四颗有没有？本来你们是两颗而已啦，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去玩过一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磁铁，我知道。来，我们一定要磁铁或线圈钻进钻出才可以发电吗 ？No， 你刚刚经过我一番震撼教育之后，你会不喜欢跟我喊 yes 的，因为我每次都说不一定，对不对？来，你一定要让你的磁铁在里面钻进钻出吗？错。来，第二个，这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片，你在家里面随便拿透明塑胶杯、透明垫板、透明的什么东西，那你们都没有，你们有纸，等一下我再教你们用。来，我们要钻进钻出，因为这个磁铁大多了，对不对？比那大多了，做什么？我一直听到那个啪的声音，那个很不响的声音，我很怕，表示有人可能手会夹到。再讲一遍，不要把磁铁分开来，我给你四颗就四颗叠在那里就好了，不要动啊，不要动啊。来，好，那你们没有这个对不对？你们一张纸一样，我没有纸。好，你把它垫在你的桌上，纸在上面，磁铁在上面，这样刷，让灯露出来，不露出来其实你也看得到了。来，摄影机，我的手，好，这样子戳来戳去，戳来戳去，麻烦来电灯。哦，这个会抖。好了，你们自己抖就好了，你没关系。
来，要亮灯哦，要亮灯哦，想办法让它亮灯，看你用什么办法、啊、用你的大磁铁四颗，再加上其实两颗就够了，我要给你们那个强力一点，所以我给你四颗，回家你可以用任何透明的东西来做。还有一张，来，请看荧幕，请看荧幕，把它立起来，荧幕照到没？还没，好，来，线圈立起来，那个磁铁侧着，来，我灯光朝你们，我跑。好，这样子灯就会亮了。来，想办法，你要用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不要在桌上磨，不桌子会被你们磨坏。请不要在桌上磨。垫这张纸是因为怕桌子磨坏掉，麻烦你不要在桌上直接磨，麻烦小老师看一下。哎，好，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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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好，好，这个动作要够快哦，够快灯才会亮，够快灯才会亮，加油！哇，有人好亮哦！第六组这个小朋友亮得非常的漂亮。好，用你的办法让它相对位置不断改变，相对位置不断改变，用你的方法，不一定用我的方法，我希望你能够创新，不一定用我的方法，用你自己的方法让它亮灯起来，让你的方法发光。哦，好亮哦，好亮哦，这个第七组这个小朋友太厉害了，好亮好亮好亮，非常漂亮哦。哦，用敲的，你看看，有人开始创新了哦，这叫创意发电。哦，这边要拍一下，亮得非常的光芒万丈。第六组很多天才哦，好厉害。好，第一组有天才，他们用敲的。哦，你看看，创意发电就是这样生出来的。赶快想想看，你还有什么办法发电呢？你还有什么办法发电呢？请问呢？刚刚我拿了这个磁铁给你，我只教你一招，叫做左右刷刷刷电，对不对？可是刚刚灯光暗下来，我看到很多科学家正在不停的排列组合，做各种的方法发电。那我刚刚一直不停的在唠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别人都在干什么呢？来，请问除了刷刷发电，你还有想到什么怎么样发电？来，用敲的，敲谁？好，互相敲击，可以发电。十二组。啊，隔空快速的摩擦，没有磨到，对不对？隔空。第一组，组合谁？好，磁铁用的多一点，跟爸爸妈妈借嘛，对不对？磁灯会更亮，很好。在第八组，嘿，排成四颗排成一排，然后在上面刷，你有试过吗？好，大家都有试试看。哎，不对不对不对，叫错边了，第八组。好，还有什么方法呢？第十二组。好，把线圈弄多一点，怎么弄？好，把所有的线圈全部凑在一起，拿来发电。哎，还有没有办法吗？你还做过什么试验？刚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方法，没有了吗？没有了吗？敲一敲，排一排，叠一叠，隔空，还有没有？没有了吗？哎，这边，
哎，这不是你们刚他刚刚讲的吗？四颗排在一起。哦，他四颗一叠叠成好几个，很好，你有你的创意。六，对不对？对。很好，来，欢迎。好，下面放一叠，上面放，中间放，把那个线圈当夹心饼干夹心的线，然后呢，来再拿一颗磁铁往下丢。好，这是他的方法，非常好。你，第九，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小朋友，这里要讲一个观念。没有任何实验是一开始就非常厉害的，所以你任何跟别人不一样，注意，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一种创新，不管好不管不好，它都是一种创新。你要鼓励小朋友勇于跟别人不同，不管它的结果是好是坏，它都是非常棒的点子。只要你有本事想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子，你就成功了一大半。好，所以刚刚其实我看到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方法，可是他都不敢说，哦，我怕别人笑，我这个方法又没有比较好。没有关系，没有所谓好不好，只要你能够想出一个好方法让他发电，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点子。好，来，我们刚刚第一个，哦，我一直以为我在吓你哦，下次我真的要擦掉了啊，警告一次哦。来，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已经玩了好几种发电，对不对？就算你刚刚没有创新，你们放心，第一种磁铁在里面转来转去，第二种线圈在外面转来转去，第三种线圈在磁铁外面刷来刷去，或者是磁铁在线圈外面刷来刷去，对不对？你至少有四种的发电方法了。好，想想看哦，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都有在用哪一种东西？介绍一种，这个。看不出来哦。好，看过这种产品的举手。好，请不要说。我要问，今天你设计了一种风力发电，它里面构造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什么吧？好，预告一下，下次11月27号我会带这个活动。自己做一个，一样这个，一样这个线圈，再加上乒乓球做的风扇，它里面有小磁铁。哦，一样有风扇，里面有线圈，有磁铁，你应该猜得出来里面的构造了吧？对不对？公婆无计大，对不对？那个布袋戏说的“刚哦一点骨，公婆无计大”，里面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线圈、磁铁相对运动，对不对？那外面有风扇，还有 LED 灯。来，你们看过了不可以讲哦。来，我让你们猜猜看。这个可以做什么商品？猜猜看，来。骑脚踏车。骑脚踏车，然后它装在哪里？天哪，你一定看过。没有看过。
那个小弟弟哪里？对，来。自行车的头灯，啊，放装在自行车的车篮子上。还有呢，你还可以放在哪一个地方？好，放在你家的汽车顶端。嗯，开过来就是，呜、哦，好亮好亮好亮。然后你说，你还可以装在哪里？啊？啊？好、哦，腰带上，你跑得很快的时候，你全身发亮起来。哎，好像有一种，哎，有一阵子网络很流行，有一个人走着走着全身都亮起来那种，那叫什么人？灯泡人。哎，六。好，那你还可以想到这个拿来干嘛？来。啊？放在机车的前面哦，当机车的闪灯，咚咚咚咚，没有人可以撞到我。第二组哦，放风筝把它给装到那个风筝上面哦，你的风筝最酷了，非常好。哦，抽油烟机，然后让它亮灯，来煮菜的时候还可以闪霓虹灯，闪烁的霓虹灯陪伴我煮菜。好，你还可以拿来干嘛？哦，装在鞋子上，跑步有风，你的全身就会发亮起来。第三，哦，手很酸的啊，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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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哦，海面上的灯塔有没有很厉害？他把它变成放大版，是不是就不用在那里花很多钱在那里那个送电过来了？第七，哎呦，哎呦，想太多了呢。我们再过征求两个答案就好了，要不然讲不完。来，换你说。啊？哦，你没有加分，第八组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换第二组，第二组。招财的霓虹灯不就是这样子？嘿嘿嘿，哦，不用电了，好，不用电，那个卖槟榔的就不用那个插电了，对不对？卖槟榔那个霓虹灯就把它插在那里，那个像现在很流行门口放风车嘛，对不对？那个风车就把它改成这个，哦，卖槟榔的用。加错了，加错边的了。那第七组要换掉一个哈，那要加哪一组？第八哈，啊，不好意思了，来十一组来，嘿嘿嘿，最后一个喽。啊、哦，飞机是不是飞很快？那就不用唱那个浪费那些汽油来点灯啦、啊，直接这个，怎么没有人请我们去哈？你看我们土地那个航空公司省多少钱呢、啊？来十一组，好了，停了，我说最后一个了。来，实际上这个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这个商品是在网络上买的，叫做旋风灯，它是真的装在安全帽上面的。你脚踏车啦，机车啦，骑越快灯越亮，然后后面就不会撞到你啦，因为你骑越快灯越亮。对，所以。这种简单的发电装置是不是可以商品化？这都是商机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你们大概都没有。我们小时候的那个脚踏车，前轮上面有个电瓶，把那个轮子转动的动能储存下来。那你现在应该想出来了，它那是怎么个回事了吧？其实也是很简单，跟这个差不多，它只是多了一个电瓶存起来而已。好，其实发电有没有 money money 可以赚？有，多贵？这个一个，网络上有各种价钱呢。我最便宜我买到80块，最贵有250的。网络上反正这个东西大家都不熟悉，所以随便它开价。好，可以商品化。那我们刚刚什么摇一摇，有没有想过什么东西？看看像有没有一种手电筒是摇一摇就可以蓄电的？啊，你想到了。还有有一种手电筒是握一握的，还有手电筒是转一转的。那你想得出来里面是干嘛的吧？哎呀，发电然后拿蓄电池存起来呗。
哎，有没有发现？哎，真的这么简单的？对啊，就这样啊，线圈啊，磁铁啊，对不对？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游戏了。来，加油！来，我先示范。我们等一下要做这个。好，这个是爸爸妈妈小时候都玩过。哦，小朋友，你们也玩过吗？玩过。好。转一转。好，来，我要你们猜哦，这个东西跟我们发电有什么关系？我拿来干嘛用的呢？猜猜看。我刚刚转这个干嘛？发电？怎么会发电？不告诉你，我不要让你看到里面是什么。我这个也是发电装置一种，请问我转它干嘛？来，我你说。会反射光，猜得好，不过不对。猜得很好，来，我你说。包里，我里面包了什么？好，我里面包磁铁，然后我如何让它发电？用什么办法让它发电？在拉的时候，光点转动，那光磁铁运动它会不会发电？你刚刚有看到什么灯泡亮了吗？没有。那怎么样才会发电？好，装在哪里？把线圈贴在上面，是吗？好，这是好主意，可是错了。来，第九，好，第九组不错哦，最高分哦。来，好，他的点子是把我们线圈贴在上面，然后我们转转就会发电。你们猜猜看会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来，问你说，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啊？啊？哦，这样子会歪歪的哦。对啦，说得好，可是不对。没有。好了，你说。对，我们刚一直强调要有什么？相对运动，把它贴在上面之后，它转它也跟着转的呢。所以它有没有办法发电？有吗？它线圈跟着磁铁跑哎。我、哦、还没有加，对，第九组，第七，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第七组，来，线圈跟着磁铁跑，所以会不会发电？不会哦，对不对？好，来，有没有人建议如何改善它？如何改？它在中间。装在线上面。装在线上面转，嗯，有道理，不过有点难度，因为不好转。来，第三组，来，那你会想出什么办法改良这个？为什么老师你就教我们怎么做就好了嘛？啰里吧嗦。我希望你们都是科学家，动动脑，动动脑。来，磁铁动作，然后呢，线圈怎么办？线圈固定在哪里？在外面，灯灯在外面，在就是外面。好，线圈在别的地方固定，是吗？线圈在别的地方固定。然后呢？这个你动你的，它不动。你动它不动，这样子可以吗？可以。Yes， 成功。就这样而已。第八组。对啊，很厉害啊。所以，我们一个道理通了，其他的道理你就通了，其实很简单啊，你只要让它相对运动改，相对运动嘛，对不对？那刚刚我们第一个点子是贴起来，它是贴起来不对啊，它跟着跑啦、啊，好，可以发材料了，好，它跟着跑不对啊，所以我们就要改啊，科学家就这么生出来的啊，对不对？科学家就在实验室里面做一做，不对，动动脑，不对，再动动脑，不对，再动动脑。直到成功为止，爱迪生也是这样做的啊，我们也跟爱迪生一样的大脑啊，对不对？好，这样子运动，好，所以我们要做咯。首先，
你的线圈爱摆哪儿就摆哪儿，我都不没有意见。好，你喜欢摆哪儿就摆哪里。不过我比较我自己个人的偏好是这样子。来，我个人的偏好是喜欢串在这里，因为你吸管摆在那里没事做，看人碍眼，对不对？我喜欢把它摆在桌子边缘，然后等一下我们转的时候呢，就在它的身边转，相对位置不停的改变。好，这个制作很简单，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不会转。等一下，我们要考验各位有没有童年。你们都有童年，很好。好，等一下，还没坐，来，坐之前我要先讲，免得你们听错了就后悔来不及。因为这个泡棉胶粘性蛮强的。好，来，我看示范一遍哦。第一，泡棉胶一分为二，要撕的就好了。一边好，注意哦，一定要贴在对称位置，动的上向或者动的左右，知道吗？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哎，要不然你的那个变成一边重一边轻，你转不起来哦。好，撕开来，撕开来，贴在，注意，露出去，露出去，多余的等一下我们要卷回来。好，再把你的磁铁贴上来，然后呢，注意哦，到这里距离边缘多少，等一下另外一边也要距离边缘多少，一定要对称位置，然后呢卷回去啊，太多了，太多把它给贴上去，反正就是这样子。好，另外一边也贴起来。好，我全部讲完再一起做，因为有人动作很快。那借我泡棉，泡棉来。牙签不是那个粉红桃色的那个。好，牙签放泡棉。好，等一下每一桌会发这个来，第一个做的人帮忙别人来。我们要对齐，上洞与下洞要对齐，用什么办法？这个有配包的。为什么？你随便贴上去，那个洞对不齐，对不对？所以，来看这里，第一，两个小孔放在泡棉上面；第二，插两根牙签；第三。对，用牙签对齐。好，咚咚咚，这样子是不是就对齐了？对齐了之后，很重要的一句话一定要讲，360度通通贴满胶带。为什么要做这个？你没有贴绝对不准转。为什么？等一下一颗雪滴子咻飞出去，啪，中弹，有人会中弹哦。千万一定要记得，先把你的光碟片全部贴满胶带，两边可以压下去，压扁它，这样会更紧。好，贴满胶带之后，然后再穿线。穿线的方法哦，你们等一下穿不过去再告诉，来前面看范本。我有做了一个胶带做的那个鞋带头。好，来坐到那里再来看，要不然你们那记不住了。来，可以把那个泡棉放在排头了。啊，两颗磁铁，对啊，另外两颗回家以刷刷发电还可以玩。两颗磁铁还可以回家玩刷刷发电。好，一定要对称哦，一定要对称哦。好，来，首先呢。让你的线扭3-4下就够了，3-4下够了。其实扭，这跟那个粉瓶盖一样，你不用转很多，扭3-4下就够了。然后呢，拉到最紧，一定要记得放松回来，拉到最紧，这很重，跟瓶盖不一样，你不用扭很多，你只要扭3-4下，它就足够量了。
来了，好，就转起来了。哎，有的小朋友他们常常在动手玩东西的，他这个就很厉害。有的小朋友大概没有玩过风火轮，今天第一次发威，加油！啊、哦，哎，麻烦小老师检查每一个小朋友他有没有贴好胶带。还是只是松松的贴，一定要记得，我不希望有人那个飞出子弹伤人。来，好，各位小老师麻烦一下，一定要检查每位组员他的胶带有没有确实的贴牢。啊，我不希望有惨剧发生。确实检查每一位的胶带有没有贴牢，以免有子弹伤人。如果你怀疑你的 LED 灯是不是故障没接好，你可以回到你的那个第一个摇摇发电去看看它的灯泡还是好的吗？接通路有没有断掉了？还记得发电哦。目前为止，大家都转得很快乐，可是发电成功的好像还没几个哦。哇，你一边贴两颗哦，好重好重。怎样？你说小电池？其实刚刚我们用手这样子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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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刷刷刷，一样可以发电，对不对？那我们干嘛做这么啰嗦的一个教具呢？我要让你们体会一下水力发电。你想象一下哦，刚刚我们都是左右刷，上下顶，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水库的水冲下来，冲什么东西？水车。水车，水车是用旋转的，对不对？所以你要体会一下水力发电到底是怎么样发电的。它那个水车是旋转的，那我们刚刚不是左右就是前后，根本就没有旋转的动作啊。所以我们要模仿，要怎么模仿？我们就是旋转。那旋转用什么最快？你用手转，有没有办法转到那么快？没办法，所以我们需要借助风火轮。那风火轮它又用到了很多科学原理，最重要，风火轮能够这样子左右拉，就能够一直不停的同方向旋转，是因为什么道理？磁铁有平衡，那为什么它能够借由拉拉拉就能旋转呢？因为有离心力吧。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呢？因为有重力。对，不是。好，来这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好深奥。没有，来，我们还是加分。哎，来鼓励发言呢。啊，相对力，你知道什么叫相对力？和妈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来来，哎，惯性非常好，加两分。好，那因为它是转动的，所以惯性要变成，来这边，因为有速度非常好，第四组。好，那因为有什么呢？因为有扭转非常好，第六组。还要问你说，斜力，哪个斜？鞋子的鞋。好吧，我们鞋带有力。好了，很好了。第七组。好，真哎，我们好，你会说老师烂好人，什么答案都加分。
其实是说个科学小故事，时间快到了。从前有一个学生，他发现他们班在做家政课，他发现温温的果汁放进去跟冷冷的水都放进冷冻库，哪一个先结冻？错，他发现温的先结冻。他跟他们老师讲，他老师死也不承认你是对的，他是错的。他任何人都会觉得一定是冷的嘛，对不对？怎么可能是温的先结冻？可是那个学生明明就发现我的是最后做的，那我来不及了，所以我温的直接扔进去了，结果我发现别人都还没有我的好了。他就跟他们老师顶了很久，那个老师骂他一顿，结果后来科学家发现真的耶，温的先结冻耶。所以齁，千万不要说你的学生错，也许今天你认为他错，改天他推翻你还羞辱你一顿。我们以前那个老师啊，叫曾秋允的，很不要脸的，自己错了都不承认。所以任何小朋友答案我都很尊重，我们很尊重，除非真的离题太远我们会拉回来，要不然我们都很尊重每个人的答案，要不然我哪天被人家上报了怎么办？我们是说科学永无止境，你可能探讨到你完全没有摸到那个领域，你千万不要铁齿，也许人家就真的对了啊，那你还说人家错了怎么可以？所以没有所谓错，嘿，在我的个人上每个人都是对的，然后我顶多说出我的意见而已。好啦，这个是因为最主要是转动惯量的应用啊，说白话一点就是惯性啦。对，就是惯性啦，就是你把它给扭了之后它不会立刻停，它还会继续转，对不对？再扭一下它不会立刻停，它又继续转，那既有不停的左右拉动，它就继续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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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这是惯性的应用，很简单。我们今天没有讲很深奥的科学原理。好，我们今天的课，我现在开始给各位提问，你想问什么？你想问什么？来，来。为什么速度快才会亮？速度够快才会亮。那我们从第一次开始来，那个灯收起来了，那个灯是不是？来，那个灯是不是这样子下来一下子就亮一大堆？我们这个一颗灯而已，得这么辛苦的摇，对不对？为什么？对，因为我们的线圈没有它的那么大一捆，我们的磁铁没有它那么大一颗，所以我们必须要人努力。我们不是说勤能补拙，因为我们拙，所以我们要勤。你看，它可以轻轻松松就亮了一大堆，可是我们一颗灯而已，搞半天，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拙，所以要勤。因为我们的线圈没有这么大一捆，我们的磁铁没有这么大一颗。所以我们就要用勤劳来补足，勤能补拙。来，什么问题？为什么是转动，然后它靠近它而已，没有，只是靠近而已，它就会亮？对，它是磁通量的改变。好，我们知道，不需要去证明词。我很讨厌上课讲这些，然后大家笑好了。啊，物理好难，我又不要念物理系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么难，我不需要故意用这个名字吓你，你知道这个名字就好了。好，来，最主要是磁力是一种什么力？这个这里都没有活动生不知道。超距力。对的，磁力是一种超距力，加三分。接触到才有作用，它隔一段距离就有作用了。磁力是一种超距离，你都没讲，问你说，我要看你会
睡着了，我赶快叫你一下。差距厉害，什么问题？啊？来。对，谢娟，您说，江娇。哎，哦，我的灯怎么会亮？有人跟我狸猫换太子了哦。好，有一面会亮，一面不会亮。来，我们征求答案，为什么？正极不极？谁？好，磁铁我们叫 NS 极。磁铁有 NS 极，来，那为什么跟它亮不亮有关系呢？来，问你说。对，好，各位大人，各位小朋友，以后你们在装灯泡的，哦，对，不好意思，加两分，嗯，来，记得哦，将来你们到国小的时候，四年级家的通路一律是普通灯泡，你装这个方向也会亮，装那个方向也会亮。到了五六年级，记得哦，你们都会练五六年级哦，会用到 LED 灯，装反了就。不会亮了，电流的方向搞错了，它就不亮了。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这样子摇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一会儿摇进来，一会儿摇出去嘛，不理它。反正你这边不会亮，那边也会亮，对不对？想办法亮就亮。好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污水比较快结冰？好问题，来，我们留着下一次由朱教授来上课。不是啦，因为跟今天的主题不相关，你可以回去上网查，温水加冷水加结冻，对，这个搜寻应该就搜寻到那个故事了，它后面就会解释为什么。对，我知道你们很好奇这个结局为什么，可是今天不是上这个，哎，这是谁的？不好意思，不要跟你拿错了。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不要。吹了，眼睛，眼睛，好，今天活动是不是非常精彩啊？是。刚刚曾老师说他几月几号还要来，哪一个小朋友还记得？对，十一月，十一月二十几，好，十一、十二组我们都发，十一月。27号，我们要做什么？还记不记得？这个有没有？风力发电有没有？好，所以要记得11月27号要记得报名哦。曾老师今天的活动非常精彩，然后大家做了好多玩具带回去，还可以继续做你的科学探索。OK， 所以我们最后一定要好好谢谢我们曾老师，我们要颁。我们中央大学科教中心的主任发给我们曾老师的一个感谢状，OK， 我们在这边先以热烈掌声谢谢曾老师。